那在走上来的同时，雨势就是直接下了下来，大暴雨。不管是球场上、裁判、教练、球员、球迷，完蛋，问天了，再度的把比赛先暂停了下来。我们再度的要把帆布给铺出来了，这一场这个雨势又比之前来得更加的大，更加的剧烈。老天爷啊，这个比赛到底要打不打？怎么办啊？哇，这个状况真的非常的多。是在训练工作人员整理场地的速度。这个码表要拿出来，要按一下，这个帆布要拉的时间有多久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个码表一拿出来，我看到这雨势，码表应该要丢出去了。还到底要怎么打？要问天了，赶快放歌问天。又要再一次的问天了。